我姓李，大家称呼我为 Randy 老师。我代表郑明敏亚洲文秀俱乐部马来西亚分会副会长。我从事专业美容行业已有24年。从美容导师、美容院院长，至今我引以为荣，成为纹绣行业专业面容美学设计导师。为了积极不断追求完美的定义，对于审美、协调和每一项技术的一点一线，都是需要自己亲身去体验，用时间来研究与累积的经验，才会有今天的成绩。走遍了世界，追求美丽行业各界的先锋，热爱美业的我，终于领悟到真正对于面容美学设计的重点。五官协调和美的自然与真，这才是真正理想中我所要的效果。从梦想不放弃的坚持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突破与创新，才能塑造了今天的我，让我成为国际纹绣行业之星。为了把更多更好的技术传承下去，尽心提拔创组专业讲师团队，造就培训更多人才，提升马来西亚或各界纹绣师的技术文化，让爱与美传达全世界。